一把毒奶粉啊，大家想看影视还是看虚无报的记录员？来看影视的扣一，看记录员的扣二，我们来根据观众的需求。虚无报好久没看他，我看看他的胜率啊，关键这个影视的 ID 我不会念呢，好像大家想看影视的更多一丢丢。行，那我们观战一把影视啊，应该叫希诺吧。哎，怎么后面好像刷二的更多了，这手速不够啊。嗯，来看一把影视。影视真的蛮难解说的，因为要算伤害。哇，这还有个机械师，我现在退出去看虚无报来不来得及啊。机械师在五个人分摊伤害，那种算真的你要算得头皮发麻脑壳疼。阵容方面的话，机械、佣兵、古董加强时期，这个阵容蛮不错的。阵容打影视，我觉得这把求生者优势，阵容上面来讲求生者优势啊，但具体打的怎么样你还得看嘛。这里上来抓的话，其实你别说啊，刚才怼这个佣兵我觉得也可以，因为他带的是一个传送，他带的是个传送，把佣兵的护臂消耗完，然后有机会嘛电住以后打一刀也定下来。但这个位置调师还是能浇香水的，这边追调师有点难吧，你这个追调师只能是给外围 串联打伤害啊。调师这个伤害要定住追一刀，打一刀外面的话，这里好像娃娃是不是也分摊到了伤害呀、啊，刚才好像隐约看到娃娃也分摊到了伤害，这边过来找机械师，这个伤害我算不清楚了。如果娃娃分摊到伤害呢，是每人 0.12 定住，漂亮，打一刀。这里是个几人分摊呀、啊？刚才调试这边也分摊到了，不会又是一个五人分摊吧。哎，这个古董商的 ID 怎么那么奇怪呀？对他使用传送过来，再来找这边调香，香水放了。这一把其实我觉得影视针对这个机械师打会不会更好一点、啊、这里追调香师，调香师受到伤害应该是 0.12 哟，再放香水，再伤害分摊。哦，他就是把调香师作为一个伤害输出的原点，然后去把外围的求者全打残。也不是说不行，只是这个击倒就很慢啊。调香师这边有一波开车的机会吗？飞轮，跟车。好像这边求者状态一补，前期打了这么久，这伤害就跟没打似的呀。该救人的救人，这边打出一刀独立伤害吗？现在的话，调试应该是两人分摊就不倒，就求者这边但凡能够，哎，这边偷袭，差一点点，但手里面还有电，定住没定住，再定。教的技能有点多，哦，他打的也太混乱了。这个人打影视，打的跟当年游戏的速闪一样，我完全看不懂他到底要怎么打。但是从结果上来看的话呢，他这边将穷者的香水耗尽了，仅此而已，耗的东西不够多，外面的密码机修的不少。我觉得这一局求生者要赢，因为他真的耗的东西有点少。他耗了半天，耗了三瓶香水，没有击倒人，然后求者这边状态慢慢的都补起来了，再回头过来找这个调师，调师手里面又一瓶香水，又一瓶香水的话，如果独立伤害一刀是倒地的，但是如果说有队友帮忙分摊，这个调师依然不倒。补蓝电，队友切不切？香水放了，好，队友切，队友切的话，离击倒可能还需要再一分，甚至一分钟以上，再传过来找到机械师，飘忽不定。确实，影视
这种打法、啊、你别说，他已经把连我们上帝视角的解说或者观众都已经看麻了，那对面的穷者来讲，他们的视角比我们更混乱，是有可能在什么呢，就是浑水摸鱼，但这个词用的不是那么恰当，就局势比较混乱的情况下找到一些穷者，因为路人局嘛，他们的一些信息交流不通畅，抓到一些机会的。但这把穷者其实应对的比较好，本身这套阵容比较能扛，然后再加上他们这边补状态又比较及时，所以影视打了已经五分钟了，到现在还没击倒人。耗的话呢，耗了半天，血线耗下去不少，但道具其实只耗了佣兵一个护臂，古董商连棍子都还没有交呢。算机子，机子已经好了，小伙子你走远了。佣兵手里还有薄命，他们开门战甚至都能留薄命的。穷者这把好就好在他们状态补的及时啊，状态补的及时，没有因为这边影视的那个打法，就是他们这边没有补状态，然后一波被打崩，一波被打残。现在古董商这边的机子差了45，我们来算一下，外面的话这边三台机子其实有两台是超过50%的。对他使用潘毒奶，小伙子我觉得这局要不开门战你就别走了吧，四人开门战你给我留下，对吧，两个人都带毒奶的，相煎何太急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影视抓这个古董商还是蛮伤的，因为这古董商有飞轮满棍传送交了，传送交了100秒的传送真空期，你这个传送交了，那就看穷者这边了，穷者这边补状态不给机会，这波补状态太不给机会了，他要的是什么，他要的是这一波通过追人，然后你们修机子身上带电，他去把这边的求生者一网打尽，一刀可能倒个一个两个的那种，或者倒个两个三个的那种，但求生这边补状态那太难受了。再补电，好，佣兵终于倒下，还剩一个护臂，密码机点亮了，开门战没有传送，这边这个伤害古董伤应该是不倒的，因为他这边两人分摊的话是 0.55， 古董伤这边应该受到的是 0.4 左右的伤害，应该是不倒的，这边他四人分摊那更别说了，佣兵都不倒了，点门。把古董伤要跑啊，两个人在这边定住打，击倒不了任何人，摇怀表，哎，14秒，佣兵这边再补红电，哎，这再打一刀，再打一刀，这佣兵也得倒，没电，门的话应该是开了吧，定住，佣兵也得倒，倒了仨。但是门开了，全爬进去了。机械师娃娃操作一手，这难道要平？这娃，哎，这最后这一波抓了一个，然后机械师没有能跑到门，平局。把这都给平了。